万民，你们要鼓掌，以欢呼的歌声颂扬上主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教友，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虔诚地举行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师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门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以恩宠话语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求你赏赐我们常生活在真理的光辉中，不被错误的黑暗所笼罩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。阿门。恭读亚茂斯先知书。你们应努力行善避恶，这样才能生存。万军的天主上主也必与你们同在。正如你们所说的，你们应嫉恶好善，在城门口伸张正义。或许万军的天主上主会怜悯弱色的移民。上主说，我憎恨你们的庆节，你们的盛会我也不欣赏。即使你们给我奉献全燔祭和素祭，我也拒绝接受。即使你们献上丰盛的祭品做和平祭，我也不屑垂顾。让你们喧嚷的歌声远离我，你们的琴声我也不愿再听。只愿公理像细水长流的泉水，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。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行为正直的人必会想见天主的救恩，行为正直的人必会相见天主的救恩。我的百姓，请听，我要发言；以色列，我要控告你。我是天主，是你的天主。行为正直的人必会想见天主的救恩。我并不因你的祭献而责备你，因为你不断向我献上全燔祭。你家里的牛我用不着，你圈住的羊我不需要。行为正直的人必会想见天主的救恩。森林里的白兽全归于我，群山处的牲畜都属于我。天空的飞鸟我都认识，天里的动物我全知悉。行为正直的人必会想见天主的救恩。如果我饿了，不必对你说，因为宇宙万物都属于我。难道我真要吃牛肉，或者真要喝羊血？行为正直的人必会想见天主的救恩。你怎会传输我的规戒？你怎会提起我的盟约？你总是恼恨我的管教，将我的话置诸脑后。行为正直的人必会想见天主的救恩。阿莱路亚，阿莱路亚。父自愿借着真理之言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他所造万物中最先蒙召者。阿莱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，耶稣来到加拉达人的地方，有两个附魔的人从坟墓走出来，他们非常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他们喊说，天主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来这里折磨我们吗？
当时远处有一大群猪正在觅食，魔鬼恳求耶稣说，你若驱逐我们，就赶我们进入猪群吧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去吧。魔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忽然那群猪从山崖上直冲入海中淹死了。放猪的人便逃到城里，把这一切事和附魔人的事都报告了。全城的人都出来要见耶稣，一见到他就求他离开他们的地区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知道魔鬼是现实存在的，魔鬼是犯罪的天使所变成的，因为他们妄想同天主相比，于是天主就罚他们下了地狱，就变成了丑陋的魔鬼。中国有一句话说，特别是女士啊，有人说我生是你家的人，死是你家的鬼。其实这句话呀，说的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你死了，你生是他家的人，对，如果你嫁给一家了，你生是他家的人，但是你死了呢，你变不成鬼，你死了就是一个死人而已。这个鬼是谁变的呢？鬼是天使变的。所以这个魔鬼呢，他们有的时候附在人身上，他们也可以附在动物身上。所以你看，魔鬼今天的福音中提到两个附魔的，就是魔鬼附在人身上，后来又附在猪身上，然后魔鬼在创世纪就附在蛇身上。所以魔鬼的话，它可以附在人身上的时候，人就失去自己的理智，人就失去自己的意志，人自己不能控制自己，而是魔鬼控制了你的手脚。所以福音上说，这两个人呢，因为魔鬼附在他们身上，所以他们非常的凶猛，这他们的力气啊，都大过常人的力气。那么这是不是这个人本身的力气呢？不是，是魔鬼的力气。耶稣基督是有权威，是有权力的，他是有权威的，连风和海都听他，连魔鬼也听从他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只有魔鬼，只有天主可以控制魔鬼，只有天主可以控制这个自然界，只有天主可以控制疾病，控制死人，能够让死人复活。所以这个魔鬼啊，一眼都看出了耶稣基督的身份，他是天主子，他就道出了耶稣的身份，说是天主子。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呢，你就来折磨我们吗？所以他们一眼就看出了耶稣基督的身份了。那么魔鬼彻底被打败是什么时候？魔鬼彻底被打败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用他的苦难来救赎了人类，把人类从魔鬼的手中夺回来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只有依靠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才能够打败魔鬼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有些人是附魔了，这个人精神不正常，附魔了。其实很多的时候不见得一定是附魔，有些是受精神压力大呀，有些是受什么刺激呀，或者是先天性的伤害呀，等等，有些人可能精神有所问题。那么另外一些附魔的，真正附魔的人，他们来讲能做出常人所做的事情来，而且他们是惧怕耶稣基督的，惧怕十字架的，惧怕圣物的，惧怕圣水的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啊，你看到他像是附魔了，精神兮兮的或者怎么样，神经兮兮的这样，其实如果你给他洒圣水呀，给他念经啊，给他圣物啊，他什么都不害怕的时候，其实他是一个精神患者，精神病患者。那么魔鬼的话是一眼就能够认出耶稣基督来，他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的，你就得毁灭我。他知道耶稣来是要毁灭他。所以伯多禄宗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节制，要警觉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，寻行各处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咆哮的狮子就是饿坏的狮子，到处找吃的，一看到一个野猪啊、野牛啊，咔嚓上去就把它吞吃了，就把它杀死吃了。所以魔鬼呢也是这样，他如同一个咆哮的狮子一样，到处寻找啊，到处寻找人，哪里人可以上他当的时候，他就咔嚓把你吃了。
把你弄到他的怀抱去了，那么你就是进入地狱。所以我们啊，每一个人，我们知道世间有魔鬼，我们容易上魔鬼的当。魔鬼用世界繁华、财富、权力、美貌来诱惑人，那么他们的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跟天主争夺人的灵魂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进入地狱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天主创造人的目的你就达不到了，因为天主创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彰显天主的外在光荣，将来要进入天国。那么魔鬼的话呢，于是得诱惑人呐，诱惑人，因为天主跟天使的机会只有一次，他选择了跟天主作对，那么他就是魔鬼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天主给人的机会是一生，所以在这一生当中，魔鬼不断的诱惑我们，魔鬼不断的来拉拢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属于他的人。所以魔鬼的意思就是，魔鬼本身这两个字的意思啊，就是控告者，而且是诽谤者，而且是说谎者的父亲，说谎者的父亲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要知道，当你在说谎的时候，当你在毁灭人的名誉的时候，当你在诽谤人的时候，其实你正在上魔鬼的当。因为魔鬼被称为撒谎者的父亲，所以撒谎者是从魔鬼那里学到的，学习到的。因此这两个人，他们覆没之后呢，他们自己就没有自己的意志了，自己想干什么干不了，而是魔鬼控制他们。于是这个时候呢，魔鬼哀求耶稣说，让我们出去吧，地主那个猪群，耶稣说出去。所以他们就附在猪身上，跑到海里面，把猪给淹死了，他们魔鬼就跑了。那么这两个人身上的魔鬼赶出去之后，他们就变为正常的人了。在我们今生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时时处处，我们需要跟魔鬼作战，我们时时刻刻，我们需要与魔鬼争斗，因为他无时无刻都想着吞噬我们的灵魂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抵抗魔鬼？我们只有依靠耶稣基督。我们凭我们的血肉之躯，凭我们的拳头，凭我们的力量，凭我们的什么核武器啊、原子弹啊、手枪啊，我们都没办法打败魔鬼。我们只有依靠十字架的功劳，依靠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功劳，我们才能够打败魔鬼，打败魔鬼的诱惑，打败魔鬼的勾当，打败魔鬼一切的计划。阿们。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也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等献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料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。各位教友，请你们祈祷，往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，往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天主，使你领圣事奥迹发挥神效，求使我们在你的祭台前虔诚地举行圣祭，以获得你赐下的恩惠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地主基督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谦虚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圣父，我们记着你钟爱之子耶稣基督，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基督是你的圣言，你借着他创造了万有，并派遣他救赎了我们。他也圣神降临，有同贞女诞生，
他奉行你的旨意，为你争取神圣的子民，受难时伸开双手，以战胜死亡，宣誓复活。因此，我们随同天使和诸位圣人，歌颂你的光荣，同声欢呼：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上主名而来的，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感谢了，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信的报机，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死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、我们的主教多默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的中日趋完善。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，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这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，像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灵圣灵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记得你的圣子耶稣基督，赞美你，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称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，并联合圣神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曾对宗徒们说：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永生永王。阿门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助平安。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是罪者，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，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
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求你使我们借着奉献和所领受的祭品，心灵充满活力，使那以永远不变的爱常与你联合在一起，结出永生的果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天主基督，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，阿门。弥撒礼成，感谢天主。